这是一包25公斤的大米，先不放金属，通过一遍机器，它是可以安全通过的。现在测试卡，我们把这个是铁2.5毫米的测试卡放到跟大米一起，来过这个金属检测机。它是可以检测到报警停下，它检测到有金属，它就会报警停下，然后拿出来。换一张金属测试卡，这个是不锈钢3.5毫米的测试卡片，放到跟大米一起过机器，它是可以检测到报警停下的。好，现在已经把所有金属拿出来了，再空过一遍机器，你看它是可以安全通过的。